兄弟，你怎么就走得这么早呢？你怎么就不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呢？高伯，我邵建波向你发誓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，我一定会用土匪的性命来祭奠你的在天之灵。你这辈子是我的战友，下辈子还是，下辈子还是。姓李，这片林子里啊，有两个地方，四挺歪坝，16只长短架子。别管它是柳子还是故居，只要敢翻过前面那个山梁子，都得他妈碰嘴的。哪头山要是有这个，能让共军给打花子了？老太太看地图，这哪能哪儿啊？怂货，孬种，你给我耍什么脾气你？啊？妈了个巴子的，我他妈抽死你们得了！喇叭，这又干啥呢？去山上打猎，3头野猪愣是没逮着，其中还有一头猪羔子。看看我这些青莲子，啊，没一个争气的。你看看人家老九的这卷毛青鬃马啊！我说老爸，这匹青鬃马可是老九的眼珠子啊！你可别动他哈喇子。老六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那我跟老八都是马号，我懂了。那看见匹好马，跟要了亲命似的，是不是老八？不就是一匹马吗？能跟咱这好八大的情谊比啊？对，不就一匹马吗？算啥玩意儿？江湖义气，绿林哥们儿，情义为重啊！老妈，别给我整这假招子，我懂。厅长，青鬃马归你了。真假？还能骗你咋的？来来来，下来说，下来说。哎呦我去！哎，当真？当真？好嘞！哎哎哎，干啥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干什么玩意儿？干啥？你反悔了是不是？反什么悔呀？这么回事儿。那啥，马是我送给三爷的啊，对不对？三爷又送给我了，啊？你说我这一转脸又送给你，三爷咋想？老爸，三爷的脾气你知道啊？他老人要是发火的话，又知道了呗？啥你都知道。老爸，这么。马说给你了，早晚都是你的，别着急呀、啊。
等我找个好机会的，啊！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好方子，好方子！等等等等等等，等他等他算喝了，外国人撑不了你了，是吧？瞅他样。一撮毛栽了，我想到了，这么些天没回来，我就不知道栽谁手里了。老杂毛咋说的？老杂毛就说，一撮毛可能让共军给逮了，就可能啊，也没确定，凶多吉少呗。要我说，别瞎想，三爷，一走毛不就是干这个的吗？插签传信的，灵就是呢。放心，就算是被逮了，咱不新来一老九吗？这要论能耐，四个一走毛他也赶不上一个老九。还有咱这威虎山，要我说，该着就是八大金刚。你看那座儿，那不好像给老九留的似的。老四跟我多少年了？老九才跟我几天啊？不是你啥意思？三五，我觉得刚才那么一说，老四要是真是栽了，我也心疼啊。不是，那座儿你甭让老九坐，您就当我放屁了。别扯没用的啊！一会儿把人都叫来，正好过小年儿，你当着老九的面，把二道河砸小火车、杀共军崽子事说一遍。哎。还是老九啊！我就搁这待着。藏什么呢？拿出来。203，对不起，我不该碰你的东西，更不应该去吹它，而且这个东西对你意义还不一样。你知道这个东西意义不一样，你还拿？我就是喜欢那首《小鹿》，我想学一学。拿过来。
冷不冷？不冷，首长都能坚持，我也能坚持。冷了就跟我说啊。睡会儿，快。我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在枪林弹雨中和敌人做斗争，更不怕流血牺牲。我即便是这只手没了，我还有另外一只手啊，而且我还有腿，还有嘴呢。我们警卫员就应该是首长的腿、首长的嘴，还有首长的笔记本。做你工作上的警卫员，日常生活中的首长。好，那好，接下来，第一，去洗头；第二，换身衣服。第三，去吃饭。我的命令说完了。203，你要振作起来啊！你要好好爱护自己，为了我，更为了那些牺牲的战友们。军哥，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担心了。行了，踏实睡觉啊。我怎么能踏实得了呢？你说咱们一块出来都好几个月了，这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一个从我们身边离开，宝军哥他们还不回来，弄得我心里面七上八下的。瞎想什么呢？啊？干革命哪有不牺牲的，对不对？不过有一点啊，你要记住了，如果哪个战友牺牲了，咱们一定要帮他把仇给报了，报仇。坦克，嗯，如果有一天我要是牺牲了，你会哭吗？
万一，我说万一啊，要是真的牺牲了，你们一定得替我照顾好203，那样我死也瞑目。高文，你是有病吗？干什么呢？大半夜。我说，哥，你咋还生气了？高文，你年纪小，经历的战争不多。我打的仗太多了，一提到战友死啊、牺牲啊，或者某某某又没了，我心里不是个滋味儿。我不想听到这些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这说万一跟你开玩笑呢吗？你这还当真了？睡觉，睡觉。小屁孩。直奔神鹤庙，到那儿老杂毛还跟我俩整花舌的，给我白活，咱威虎山能让他给整蒙圈了？切切，到那让我绑起来就是一顿鞭子。我跟你说，上次我回家皮沟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装犊子，要不是他三爷一句话，我非得把那老狐狸庙给烧成跟老六头发似的。去你妈了！说啥呢？三爷。你说这老道不就是个出家的老杂毛吗？哎，我听许旅长可经常提到他。三爷，您也老念叨他，他怎么他官比那侯专员还大呀？侯建坤能跟他比吗？你别看他啥官都不是，那比侯建坤厉害。别看他没山头，我怀疑他手里边有先遣图。要是我没猜错，那他手下人马那可了不得。这老家伙贼有野心，贼有阴谋。什么许旅长啊、谢司令啊，包括我崔某在内，他根本就没看得上。别说俺们了，国民党他都没放在眼里头。那他干嘛？怎么着？他要当这集团军总司令啊？或许啊，他想跟张大帅一样，当东北王。三爷，他连蒋介石都没放在眼里。还能瞧得上张大帅？你说这老道啊，真看不出来，道行还挺深。这要让他得了势，那咱们还有好果子吃啊！那就办他，能咋的？是不是？啥道行呀？他就是有道行，我老崔也不是傻子呀。放心，他成不了啥气候。老大，接着说。哎，哎，就这几鞭打完。老大当时就大叫，跟我说啥？说他也知道三爷过坎子，给整点厚礼。啥厚礼啊？啥厚礼？让我上二道河子瞧，说那有辆大轮让我给砸了。去他娘的！等过完年，老子找他算账。不是，怎么了？先喝一个，来来来，带我一个，来来来，来杨颖，来，中了啊！老大，又让老杂毛涮了吧？大轮子根本没到吧？到了，三爷，要是没到就好了。
准时准点到的，当时我就把那火石头整他妈河沟子里去了。这俩给你厉害的，厉害啥呀？厉害，从他妈车上下来一帮穷棒子，一点干货没有啊！不，那你整几个娘们回来也行，那你不白去了吗？娘们，你这一天到晚的怎么尽想这些破事儿啊？咋的？但凡是个真老爷们儿，就没有不想这事儿的。没错。老八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咋的？你要跟我干一架呀？不是啥玩意儿？你们整个听不听我说呀？说，接着说。不是我，我他妈说哪儿了？你这叫老娘们儿。老娘们儿。没错没错，我想整两个老娘们儿回来的。谁成想从车上下来一帮共军哟。啥？就这个，碎嘴子，喷子，红跳子，还有那玩意儿呢？有啊，啊！我一看这个，我操，我把崽子们都分成两股了，包抄他们，包抄过去，好容易围住一些吧。共军有个小崽子，十六七岁，这家伙老狠了，枪枪不空啊，弹弹咬肉。那家伙把他厉害的，那你咋没死呢？我他妈死！我他妈死了回来给你讲呀！干什么玩意儿？能不能让老大把话说完？哎，对，能说。老大，那先说，你说。老大，你接着说。后来，三跳了，三跳跟他们拼青子，我一看不是他们对手啊，那干脆就我自己来呗。正好赶上小兔崽子也没子弹了，完腿上还中了我一枪，还跟我俩不服不忿儿的，端着个破枪。想跟我俩拼青子，啊！我心想拼你奶奶个准儿，直接把刀拿起来，唰一刀砍死。嗯，好，同志们，整一个，啊！来干一个，喝急了。哎，老九，干啥去？喝多了？哎，来，喝多了。不管了，扬一个。来，中了啊！老大，这事儿干得漂亮。哎，漂亮啥呀？崽子没回来几个。来，待会儿扬一个。哎，来。老九，哎呀，咋的了这是？哎呀，不至于吧？喝这点怎么还给整吐了呢？没事吧？真不至于吧？啊？你是老九啊？我就是难受，哪难受？啊，这儿，你不是，你说，老大那些小崽子，全折到山下了，我心里难受。嗨，不算啥，都是欠人崽子啊。老刘，你不知道，我刚上山那会儿，没有人。把我当人看，有人排挤我，也就是老大手下的那些人，拿我当个人，把我当兄弟。没事，老刘，你先回去，我在这喘口气儿，真的，我喘口气儿。不是，老九，我吹吹风就好了。你先回去，你先回去，你听我的，你先回去。老九，三爷担心你。是吧？来，我扶着你，咱一块回，好吧？咱继续喝啊！走，来，不能让三爷担心，是吧？对，来，老走，来，一走，慢点。老九啊，这不应该是你的量啊？怎么，真的吐了？吐了！好家伙，吐了乱七八糟的。
让三爷担心了吧？没事，就是酒喝急了，没事。瞅瞅，他还说没事呢，这没事啊，老九。没事，老九，没事没事，真没事，放心吧。哎，老九，我这咋回事？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怎么还一刀给你砍吐了？跟这事儿没关系。三爷，就是刚才那口酒啊，喝太急了，这酒劲儿一下顶上来了。没事没事，没事，来来，接着喝接着喝。老大，这老九啊，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刚才跟我说，刚上山那会儿给你那些崽子们喝酒的事，说你那些崽子们。主要是啊，当时吧。跟他们天天喝酒，活蹦乱跳的人，你说现在说没就没了。过了三爷的坎子就大年儿，这么多热闹的日子一个都没赶上。老九，仗义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替死去的崽子来，我替死去的崽子敬你一碗，来，来，来，赢。这老杂毛。你他明明知道那大楼点子硬有碎嘴子，他为什么不提前告诉你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再多给你俩铁西瓜？我告诉你，老大，就是你那几鞭子坐下仇了，是不是三爷？你俩在人捅咕啥呢？你俩有背人事啊？哎，这老杂毛！也太阴了吧！明面上给你点好处，你实际上让咱们替他卖命啊！啊，就一群穷棒子，让咱们折了30多个人呐！你们都等着瞧吧。这老杂毛啊，一准到那个什么东北剿总，一定会去领功请赏去。可咱们呢，三爷，我就关心那个年货呢。啥年货呀？不都跟你说了吗？一帮穷棒子，就是几尺花布，还有几斤棉花，还有点猪肉，给你要啊！三爷，这回下山，对不住啊！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呀？崩嘴子难免的，是不是老九？啊，三爷说的是。你们喝吧，我眯他一会儿去。那菜谁做的呀？不知道咋回事啊！把人拉出去喂狼啊！慢点，三爷。走了，走了，别上。行了，散伙吧，都啊！好，你喝吧，我回来。他什么人儿？不是咋都走了？这喝了一块儿去。老大，我跟你喝。来，华站，走吧，走。我老七也走啊！走，我要跟他去华站。老八，你可不能走啊！我不走，走啥呀？来，老八，来过来，咱仨周一个关。老大，你跟三爷有年头了吧？那可长了，小20年了吧？那个时候我还是傻小子呢，你跟师傅学木匠。迎门梁子还有这手艺，可他娘别提了，提这事儿就伤心。学艺这些年，啥也没干，就学会给师傅师娘端屎端尿了，还有伺候他们家那小崽子。有一回我记得，我跟我师傅。给财主家弄一口楠木的棺材，我那一不小心把那棺材那天儿啊出窄了，这好嘛，师傅跟师娘这一顿给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揍啊，小崽子都打我，我这一生气啊，抄起斧头给这一家三口全他娘砍了。哎，后来砍完了，这村里待不住了，官府也抓我，我是一不做二不休啊。告我的我杀，追我的我还杀，一口气儿跑到关外，这不进了三爷的柳子。
家里还有人吗？就剩个老娘了，估计眼睛早都哭瞎了。去他娘的！提他妈他干啥？谁到了？聊他干啥呀？你看，人全让撩跑了。哪是我撩跑的？这不他们走以后我才说的吗？给你台阶下，听不懂啊你。来，周九，周九。股票吐酒这事儿，你俩咋想的？啊，我倒没看出什么破绽来。我觉得他就是喝猛了，呛到了。我刚才搁外头看了，确实吐了一地呢。嗯，我明白三爷的意思。这明面上啊，那老九听大炮头说如何砸共军大轮杀他们的崽子，那神情是陆神赞叹，真心佩服啊。不过，如果真的是共军呢，一定是心里难受啊，却用喝酒呛着来掩饰自己，这该是怎样一个人呢？要真是这样，还有这么大的控制力，那这人太可怕了。三爷是明察秋毫啊。三爷，要不您眯一会儿吧。我看自从这古月换上了咱魏武神，您是越发的寝食不安呢。范多的，你不是足智多谋吗？号称自己是赛诸葛，你给三爷出出主意呀。三爷，那咱们就不见真佛不罢手。243颗，200米一颗，快走了170里了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可以啊，老杨，位置不错。啊，叔父，奶奶们，快点啊！咱巡完山回去把火扇子去啊！好。八爷今儿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就你话多。我告诉你啊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想的别想，不该听的。他妈了个巴子，别瞎听！
熊皮褥子。大姚，你这想的也太周到了啊！行，我老孙就在这儿等你。行了，这个长度，长腿，你的腿应该能放下了。看见他，就跟看见我一样。老杨，我长腿按时来了，我在这儿等您，我在这儿等您。203，威虎山真实全面的布防情况，基本上我都快弄清楚了。长腿啊，你该到了。你不是你留着用吧，屋里我都伪装好了，快跟我走。好，老常大哥，哎，九爷，从这个出口出去，就是威虎厅。到了威虎厅之后，给所有的灯全上野猪油。行，别着急，慢慢的上，等我回来。那这当家是来人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来人，除了有天大的事儿。如果真有什么事儿，就从西北角有个出口能出去。只要一出威虎厅，你就去学狼嚎，我就能听见。好，都记住了。好，赶紧去。